其实去年同期整个台北的住房率大概是72%，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，目前以我们饭店来讲，二月的话，我们整个客房的营收相较去年同期大概减少1.5%，将近快到20%，其实蛮严重的。那餐厅的部分呢，目前跟去年同期来比，大概是8%到10%以下，也是10%以下左右。所以呢，我们酒店所有的四个餐厅，我们也购买了二氧化氯的这个喷雾机，让客人进来，因为进来用餐，他一定是口罩脱掉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在安心的环境可以享受他们的美食。整个疫情已经挡不住了，翠芬姐，有可能就是因为饭店没有人，机票降价，对，所以觉得你当时我已经买了，我不想要浪费，我出去了。而且有些人是挑这个时候出去，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价，因为疫情那个受疫情影响嘛，大家都把那个降到实在是平常不知道几分之几的价格，所以有些人还是冒死都要出去。可是我觉得真的不应该这样子，你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，你可能会害惨整个医疗体系。我们人家都说我们台湾哦，医疗体系为什么做得这么好？其实我们是在践踏我们医疗人员的血汗，才能建立这么好的一个防疫耶。因为医疗学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，如果你不守住这个，我觉得以后这个到底会不会崩盘哦？全球这样子是很可怕的，这一波一定要守住哦。以医护人员来讲，他的压力锅是随时都会爆的。有没有一些民众是恐慌前来就诊的？非常多哦。最近因为大家都不敢去医院，那因为我在诊所工作，所以他们从医院来诊所的人特别多，因为他们不敢去医院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因为有些人反而还因为是疫情关注的程度不同，夫妻吵架，我还遇过这种事情。夫妻吵架，有些比如说太太对疫情非常关注，先生没有那么关注，中间有个落差，所以因为这样就吵架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疫情我觉得伤害的不只是身体啦，那我们还造成了一些民众彼此之间的疏离感，我觉得是这样哦。因为我们娱乐活动暂停嘛，我刚刚讲体育也暂停，对，不止篮球啊、足球赛这全部都停了，餐厅也倒，餐厅也倒，想出去吃个饭也没有，看个电影也很难，还要梅花座，对，这很麻烦。所以其实我们少了一些舒展身心的一些方式，然后再加上大家紧张感增加，所以彼此的距离感其实是增加的。所以我觉得要修复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哦，心理上的病也是非常需要关注。如何修复呢？我觉得首先是大家要有一个相同的目标，比如说我觉得刚刚意大利这个大家一起唱歌啊，一起做一个共同疗愈的方向，我觉得这个就不错哦。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部分，哎，翠芬姐，这是引发过敏富贵手，为什么？因为洗手，你看最近大家拼命洗手，然后拼命喷酒精，那个都是刺激性的，而很多人是用漂白水，他怕病毒嘛，所以一天可能以前一天可能只用个早晚两次，现在一天可能用个5-6次，超过你经常碰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哦，很多医护人员其实是手都裂开了。那一般的民众，这已经普及到一般民众哦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想说，哎，怎么我的手都开始又干又裂的？因为真的用过度了，所以这时候要开始来护肤。翠芬姐刚才有提到，我们医护人员真的，其实我们在做这些防疫的动作的时候，每一个动作都要。对，事实上，你说干洗手、酒精等等，那是你在没有水或肥皂情况下，你是用这种方式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医院，我们医护人员在接触病人10几次都有。其实我们大概都会推广说洗手50次，我们接触病人前后做一些医疗处置。之前，然后还有就是你有碰触到病人的可能的体液或者是环境，你都得洗手。所以事实上，我可能诊视这个病人，我要洗非常多次手。所以你一天大概洗几次手？我没有出估，但是就我看了这个病人回来，我一定洗一次，然后才踢电脑，然后下一个病人的时候，我会再看完会再洗手，再回来。那要如果要做时，我会再洗手。所以一天洗下来那个手，看20个就超过了。没错，那所以你就是要我们医师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洞口问诊和打电脑。你光看那些护理师，一个人要照顾那么多的病人，那频繁的这样子洗手，事实上我。秀姐好几个护理师的朋友，其实他们的手都已经是皲裂啊，然后裂开手套等等的。其实这一双手是谁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双手是我们工作人员的，他是每天搬道具来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，一样是碰来碰去的，结果他的手都是不贵手。那么更何况是医护人员，辛苦医护人员。但是更令人忧心的是什么？翠芬姐，听说现在9月会再卷土重来，我们的疫苗真的没那么快耶。因为就是这一波，大家一直在期待说天气变热了，会不会就自动不见了？其实好像太乐观了。
目前预估起来可能会到年底，而且这个疫苗的研发快的话啦，快则18个月，慢则要数年，所以你要等待疫苗的话可能很难，所以不如这时候赶快好好建立自己的免疫力。五倍何时休？抱歉，必须要再等等了，因为疫苗的研发实在还没有那么快，冬天恐怕会卷土重来。再来要提醒的是社区感染，社区感染有几个地点都是危机点，第一个电梯，第二个庭园，第三个健身房、图书馆，还有卡拉 OK 室，都是危险热区的第一名。我觉得大家这时候都要避免去这些，你碰到这种电梯，现在大家都已经选了嘛，如果你碰电梯的话，拿一支笔碰一下，不要去接触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前面哪些人已经碰过了。然后在密闭的卡拉 OK 室当然更不能，你在那里唱歌什么的，那当然是一定是密闭的，会互相传播的病毒嘛。